是没有特别危险的，也没有任何受伤的，可以说下方选手现在是占住了一个 战场的主动权。哇，这波工人终于打破了下方选手不败的神话，终于有一只宠物被杀了，但是下方选手的这波宠物单点是直接让上方选手啊，这个宠物被飞被杀，非常凄惨。现在上方选手已经打破了首发阵容，放出了他的第二套二发阵容。下方选手的话是关键时刻是直接使用了这个网，然后是会不会集火啊，后续没有集火这个网，哇，但是这个工人出手了，下方选手的工人要么不出手，要出手就直接又击飞了一只宠物，非常凶悍。看来这波的话内拉助理真的遇到他的强劲对手了。现在内拉助理两名选手被网住，会不会被一网成擒呢？哇，这波打得非常惨烈啊，这个内拉助理好的人物虽然被杀，但是还有一次复活机会。可是好的好的，下方选手是果断选择逃跑啊，高手过招就是这样的，一看不妙就逃跑。好的，那我们看的这个是依旧是第一轮的比赛，这个是内这个是小八选手对决王重阳选手，两位选手都是清一色的水属性战队。好，上方选手的话双方都是使用了网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状态啊，我们看看下方选手是怎么情况。小八选手是直接网住之后直接背水攻击，哇，太凶悍了，这个攻击力太可怕了，加上他人物和宠物完美的这个水属性的配合啊，直接把对方给击杀了。一旦这种高手队当中啊有一名选手被击杀，就意味着整个战局凉凉了啊！就算你还能拼一拼，这个后面也打不过那些满配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直接选择逃跑了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的话准备看这次比赛的第二轮大赛。第二轮比赛已经开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是上方选手。